潘长江曾是家喻户晓的演员，相较之下，女儿潘阳的事业稍显逊色。潘长江与妻子杨颖有了女儿，因为妻子姓杨，与阳光的阳相协，于是给女儿取名潘阳。潘阳从小肤白貌美，更逆袭了父亲的身高。潘长江夫妇注重为女儿打造温馨的家庭，潘阳成长为大美女。女儿出生时，潘长江还只是不知名的演员，而在潘阳五岁时，潘长江一炮而红。潘阳最崇拜的人是父亲，他渴望成为像他一样的人。尽管潘长江不愿女儿涉足演艺圈，但潘阳还是顺利进入解放军艺术学院。为了支持女儿，潘长江只好全力支持潘阳的决定。2010年，潘阳出演了由潘长江的电视剧《能人冯天贵》，因此获得了当年新农村电视艺术家最佳女配角奖。尽管参演多部电视剧，潘阳并未大红。2012年，他与石磊结为夫妇，石磊出身艺术世家，身家殷实。然而婚后潘阳一直在娘家居住，引发不少质疑。实际上，潘阳为了方便照顾孩子提出在娘家居住，因为石磊工作繁忙。在短视频平台上，潘阳和潘长江经常制作有趣的视频。